大家好，我是司徒建国。今天我的导演给我安排了一个挑战，还没告诉我是什么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挑战，我觉得我都能举重若轻。挑战是举重啊。我现在在北京体育总局训练局举重馆，旁边的人是邓威和侯志奎。Hello。那邓威，我知道你是亚洲冠军，世界冠军，也是奥运会冠军。是的。厉害厉害厉害，荣幸见到你，厉害厉害。侯志奎，我听说你的小名是小猴子是吗？我能叫你小猴子吗？可以。OK， 小猴子，我听说你也是亚洲冠军。也可能是未来的奥运会冠军，是不是？说是。为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过来过来，我想问一下，邓威，你能举多少？我这次亚锦赛的话，挺举是142公斤。142，小猴子呢？好，我这次亚锦赛挺举116公斤。116 ，OK。你觉得我能举多少？看你这样，好像应该也不能太重。就这样？没有。那很容易。那你拿这个，很容易。这还行。这你坑我。可以了。引体向上你会吗？我估计不会。那我先示范一下给你看。啊，好。先拉起来，腿抬起来，然后再慢慢放。你太高了，椅子。一二三，你拉着。也不会。我问你，哎，对，把你肚子收住。啊哟喂 ，OK， 完了。一看就是缺少锻炼的人。你手往上举，往上抖，手往上举、oh， 对我普通话这么不好吗？ Oh god， Oh god， 向上坐，摸到脚尖，继续，哎呦，腿不要弯，再要摸到你的脚尖，腿不要弯。OK， 啊，不行，哎呦，啊，真的该锻炼了，失败了。这儿特别疼，我们练的是这里，我们练的是这里，腹肌。好奇怪，你没有腹肌。是。哦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来吧，到你了。Are you ready? Go.你觉得难吗？好难。35 seconds。啊，我不行。Let's go. Okay, 45. 哇。49 seconds。我只要赢你就好了。你错，We haven't done this before, so this is her first time doing this exercise.
Lynn, pretty well, Lynn. 把你的肚子收起来，用腹控制。我俩换一个球。What? I mean, you can do what? 那是球的问题是吗 ？Oh God. All the way, 是球的问题，对。是吧？没错。然后，我就能站那儿。你不要光用手，你要用背，然后再快点推在前面，对吧？核心是稳定的，右手好，对。没事。你没事，我收筋了。那个多重？这个很轻的了，应该也没有。特别轻。这个我可以啊。OK， 我们再拍一遍，这个很重，比那个重两倍。加油，小猴子！